广东金政府已经批准了陈炯明的方案，准备要筹办西南大学，委托张世钊等人，还有我们两个人，作为筹办员，去负责西南大学的筹备方案。张世钊说呀，他说希望你啊，到上海去一趟与他见面，然后再去广州。事情有些突然，我得想想。 因为我也得跟军办商量商量。蔡公，您的意见呢？我之所以把你请来，我就是想跟你商量。我真心希望你能否和我一样，主意还是在北大。你看，下学期的宋史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，而且我真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，把新文化运动再搞得更加彻底一些。钟父。 我也不赞成你去广州。那个地方不适合你，为什么？南方那边的机器人是太多了，你去那边，肯定要走极端，会耽误你做学问的。太公，师侄，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哪里还能容得了我去做什么学问呀？ 蔡公，关于离开北大的事情，我已经跟您说明白了，我去意已决，请勿再劝。至于是不是去广东，你容我再想想。好吧，行，蔡公，师侄，那告辞。 你是那要离开北京？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，已经无法掌控全国了。两相比较，南方政府有活力，也有号召力。现在，孙中山先生把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，并归于以巩固共和、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。如果孙中山先生…… 能够控制南方政府，将来势必会取消北洋政府，统一中国。我想，要是现在去南方，可能机会更多一些。那咱们要把家搬到南方去吗？我想，先应张世钊之约，去上海谈谈再说。另外，延年乔年也要去法国了，我也想去送送他们。 我就觉得，真对不住两个孩子。给白兰的费用凑齐了，延年和乔年的就不够了。没有钱，到了法国，我真担心他们出点什么问题。这两个孩子自力惯了，难不倒他们。1919年12月，为反抗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反动统治。 毛泽东领导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曲张运动。12月18日，毛泽东率领曲张代表团一行40人抵达北京，揭露张敬尧破箱虐民的罪行，争取全国舆论对曲张运动的支持。这是揭露张敬尧十大罪状的通牒，马上把它发出去。这份曲张宣言再多印出30份，马上送给各个报社。哎，来。 这份是我刚刚写好的，要给民国政府进云鹏的，曲张成文，印出15份，明天下午就要用。好，润之，你看谁来了？润之，重谢。润之，士别30刮目相看啊！这一转眼，平民通讯社社长，九成文明的大记者啊，不简单。哎，同学们。 这位是仲谢同学，首长先生，请他来看望大家了。欢迎，同学们好。首长先生让仲谢给咱们带了一车炭，大家帮忙去门口拿一下。哎，对，陈，慢点啊。来来来，暖和暖和。哎，我呀是赶鸭子上架。
一边干一边学。但说实话呀，我想死你们了。你也看得到啊，我现在忙得分不开身。但忙过这一阵呢，我就去看守长先生。我呀，有一肚子话跟他讲呢。守长先生也经常跟我们念叨你呢。好，哎，润之，我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。哦。猜猜这是什么？家的味道。守长先生啊，特地让师母给你炸的辣椒油，怕你不够，专门啊一下子炸了两罐，这下应该够你吃了。哎，守长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啊，没有辣椒油，润之必犯愁，这曲张运动啊就少了精神头。替我谢谢师母，谢谢守长先生。哎，不光守长先生，众府先生也表扬你们了。同学们，我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的一期《新青年》。来，大家看看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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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。仲甫先生啊，特地在这期《新青年》上边写了一篇文章，来支持你们的曲张运动。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《欢迎湖南人的精神》，我给你们念上一段啊。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，已渐渐在一般可爱的、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。我听了这类声音，欢喜极了，几乎落下泪来。好，对了，仲甫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他现在还好吧？仲甫先生现在已经从北京到上海去了，我有预感，他很快就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太好了，这次我到上海一定要去看望他。嗯，哎，现在全北京城都在议论你们的曲张运动，怎么样？进展如何？遇到了一些麻烦，这北洋政府啊，像走马灯一样换总理，现在这个金银鹏啊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摸不着他的辫梢子。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他就住在棉花胡同，到他家去。钢铺破枪，最大恶极，乡民困苦，水深火热，钢铺不出，湖南无望。钢铺破枪，最大恶极，乡民困苦，水深火热，钢铺不出，湖南无望。钢铺破枪，最大恶极，乡民困苦，水深火热，钢铺不出，湖南无望。乡民同志，水深火热。今日总理公务繁忙，你们有什么事，我会转告。乡民同志，水深火热，江湖处，湖南无望。我们代表全体湖南群众，要求将张静瑶驱逐出乡。张静瑶怎么得罪你们了？张毒祸乡，罪大恶极，乡民痛苦。水深火热，这是我们的请愿书，请您转交给总理过目。张毒不出，湖南无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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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毒不出，于副官。张静瑶有十大罪：纵兵殃民，使得农不能耕，商不能市，其罪一；金融枯涩，无以为生，其罪二；公司破产，归附无期，其罪三；乐民众烟，毁伤国体，腾笑全球，其罪四；破坏教育，使得学生无校可入，无学可求，其罪五；暗杀公民，深导刑律，其罪六。这么多罪状，你们还有什么诉求？我们请政府即刻将张静瑶驱逐出乡。张毒不出，湖南无望。张毒不出，湖南无望。张毒不出，湖南无望。张毒不出。明白了，各位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们的诉求告诉总理。
小董好。延年来了。汪经理说您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这孩子，我发现你还挺着急。来，坐下，喝杯茶。哎，好，来，谢谢小董。延年啊，今天我们俩就开诚布公的聊一聊。好，我问你两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叔叔，您说。你告诉我，你的志向是什么？我想成为一个能够报效国家、报效民众的人。那你想怎么报效国家？比如说，做国家的领导人，或是把这个国家的政权推翻，再重新建立一个国家？不是，叔叔，这些都不是。我对当官不感兴趣，我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家不要被外国人控制，民众不被当官的欺负，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，再结成一个互助互爱、和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，我愿意为之而奋斗。你想怎么奋斗？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。延年啊，你能告诉我你说的献身是什么意思吗？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想到牺牲呢？难道你非要如此不可吗？叔叔，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国家，想要实现这样的理想，没有别的路可以选。那我问你，你和柳眉的关系，你想怎么处理？其实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您了。啊？你刚才回答我了，那你得原谅你柳叔叔的愚钝了，我真的没有听懂。我刚才跟您说了，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，所以我没有成家的打算。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，我不主张建立家庭。作为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者，我恪守六不主义，不谈恋爱，不做私交，也是其中应有之义。延年呀，中国崇尚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，但是哪个不结婚，哪个不谈恋爱？你为什么要走这个极端呢？你知道吗？柳眉为了追随你，她抛弃了所有的一切。你觉得你这样做，你对得起她吗？叔叔，我知道您找我就是为了柳眉的事，所以我必须诚实地回答您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柳眉的幸福考虑的。我这么做也是从我们家这么多年的教训中做出的决定。你这个话怎么讲？我父亲陈独秀就是一个既有远大理想，又想要拥有家庭的革命者。可是我认为，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，根本无法做到两者兼顾。前车之鉴，我不能重蹈覆辙。原来你的心结在这儿啊。叔叔，您刚才不是问我的志向吗？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回答您，从小到大，从农村到城市，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腐败和民众的苦难。我现在决心要为了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幸福而牺牲一切。我做不到像有些人那样两头兼顾，
所以我只能牺牲自己，义无反顾。我懂了，你坐下。作为长辈，我非常钦佩你的志向，而且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生。你和你的父亲都是特殊材料做的，我不是。柳梅是我的女儿，她的人生我要负责任。我这么说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我不同意她跟你去法国勤工俭学。她现在不需要勤工俭学，她现在需要在国外名牌大学里安安静静地读书。请你谅解我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叔叔，那我还需要做什么？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别做，一切都顺其自然，也不要记恨。再靠近一点，帮他弄一下。好，看镜头啊。好，新娘的头纱稍微弄一下。我来弄吧。好好好。延年，我爸找你谈话的事他都跟我说了，我也清楚你的想法了。我不能陪你去法国了。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回忆总是一幕幕的出现在我脑海里。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吗？在正大学校，咱们俩打了一架，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。我们从上海到北京，北京到上海，我记得我们一起办简洁食堂，一起喂小羊，一起包包子，我们一起演活爆剧，打倒王敬轩，我们一起做木偶，进监狱，发传单，上大街，我都记得。我多想时间就停留在昨天啊，可是时间停不住的。我多想不要到今天，可是今天还是来了。延年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我多么羡慕你们啊，你们可以骄傲的飞，自由的飞，不靠家里。我原本想和你们一起飞的，可是到了今天我才发现我飞不高了，我也飞不出去了。我绕了一圈，我又绕回了这个牢笼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？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三个字。但是你马上就要去法国了，我不能陪你去。我要说对不起。我知道我不好看，还很笨，你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不好。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骗不了自己，就是我时时刻刻心心念念的都是你。我就想问一句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没有我？
了，我明白了。你要去法国了，我送不了你。你要多保重，一路平安。我走了。雪归，我们仔细想一回，今天功课明白为，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，父母望而归，我们一路路徘徊，将来只过平天下，全靠吾辈。大家努力呀，大家努力呀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明天再会。咱们的行李最后放。来，我帮您提箱子。男同学帮女同学搬一下、啊。我这个放那时候啊。年年，强年。哎。我帮你。来，行李沉啊。同学，我放第一个车了。哎，同学们，赶紧把行李放到车上。哎，强年。姐姐，谢谢。我来。大件行李往车上装啊。慢点啊，真的很沉。哎，你们家人没来啊？我没跟他们说，他们应该不知道。来，姐姐，来给我。爸，我姨妈没来啊。没来，你妈在北京，不来也好，来了又哭哭啼啼的。她让我给你们带的东西，带的是什么，到船上再看吧。南瓜子儿，我炒的，糊了。是糊了，是您炒的风格，糊当了。行了，这些够你们吃到法国的了，走吧。来，你拿这个，拿这个，拿这个，没事，拿这个给我。
以往西呢，襄婉同志会，百文卫的旧宅，轰轰烈烈。对这儿没有人比你更熟了。岁月峥嵘，山河已久，心潮难平。秦安兄，要多谢你救我，要不然我现在还在囹圄之中呢。 仲父，你我何须言谢？坐。仲父啊，我已经放话出去了，我张世昭愿意做陈独秀终身的免费辩护律师，他是你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还多着呢。什么意思？ 终身的免费的辩护律师，还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着呢。你这意思就是我还得进去呗？誓言，誓言。呸呸呸！<笑>你不用呸，说不定你一语成谶，没准啊，我以后真的会多次进出那个研究室。听说。 你现在有了明显的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倾向，是不是对改造中国有了一套新的看法？我还在探索中，十月革命的道路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武汉文华学院的孟校长啊，就要你陈独秀大名，多次托我，想请你去汉口讲学。你看你刚出狱不久，又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要不过去步步道，散散心。 我愿签吗？<笑>答应的真痛快啊！好，再跟你说下一个事儿。西南大学的事儿，中山先生成立了国民党之后，广东政府大力提倡思想文化教育，这样呢，就让陈炯明酝酿多年的要成立西南大学的提案得以通过。军政府啊，还专门拨款100万元用以筹备。这个陈炯明对你崇拜有加。 一心想挖你去广东给他办教育，这不就让我给你发电报，约你到这儿来湘潭此事。他生怕你生变，还让我特意带来了聘金、聘书。<笑>要不，咱就进去举行一个授聘仪式吧。你这也不问我是否愿意就来这一趟。你不愿意，你到上海来干嘛呀？ 而且我还知道，你是偷着跑出来的。来了，师母您好，先生在家吗？不在。 这半年多来，中国最大的变化，莫过于民智大开，民气大盛。民众起来了，提出了改造社会的要求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成果。社会改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？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。我呢，
坐了90天的大牢，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想法。今天我说出来，跟大家共同探讨。社会改造，一要打破阶级的制度，实行平民社会主义，人人都不要有虚荣心。二，打破继承的制度，要实行共同劳动工作，不使无产的痛苦，有产的安详。三，要打破遗产的制度，不使土地私人传流享有，应归为社会的共产。不种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，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要消灭私有财产制。这样的社会改造要求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两个信仰，即平等的信仰和劳动的信仰。人人都要受教育，应该常劳动，心里总要有平等的劳动和劳动的革命。我们今天讲改造社会，是对社会根本的改造，而非改良。所谓根本的改造，是指必要时必须要采取流血革命的手段。当然，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，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。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，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。陈先生，过来呀。怎么了？陈先生，大事不好，我们给您添麻烦了。添什么麻烦了？武汉当局听闻陈先生今日所谈社会主义主张，大为惊骇，已发布了通令，禁止陈先生演讲，并要把你驱逐出汉。我赶过来给你报信，请你赶快设法离开武汉，免遭毒手啊！我陈某人一介书生，实在是不胜荣幸之至。什么时候回来？都出去好久了。爸爸很快就回来了。爸爸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带好吃的，你们是不是想爸爸了呀？嗯，我刚刚想他了。妈妈也想爸爸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啊？爸爸，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麻糖。怎么样，见到延年他们了吗？紧赶慢赶，总算是在他们出发前见面。那就好，来，进屋。东府兄在家吧？
日的